没事。没有，能邀请到你来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再续前缘。你知道那个导演在那个呀，今天这个姚国珍导演也有来，他在这个那个 MV 里面埋下一个伏笔。嘿，你知道什么伏笔吗？就是你们不觉得那 MV 应该要接吻吗？
我还有镜头。我说你就把它打到最紧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我要来唱真真的歌了。不是我要唱真真，真真要来唱他的歌了。那这舞台就交给你了。我先去看一下我的 Uber Eats 吧。拜拜了。出了那么多的梗，虽然我都接不住，我只能说一些比较震惊的，就是对我而言，微醺是一个打工族的象征啊。然后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叫做《干巴点点》，是我在打工的时候，经历了很多光怪陆离的人事物。然后我想要把这首歌献给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拿石头砸自己脚的人，以及不断的被别人拿石头砸自己脚的人。是收集了各式崩溃的能量，所以聆听上面就是音量它会有一点起起伏伏，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。